我操了！我动，你去上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不认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对面吸血鬼是辅助位，他们俩换位了，辅助跟上单换的位啊。上路是吸血鬼，让卡萨丁打吸血鬼去。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正好他带的魔抗，我们带的护甲，直接去先不露头啊，先不露头。泰坦上的，他俩换位置，他俩换的位置。全军出击。给个眼儿，等会儿，现在没空放。用妖气！此地物以久留。哇，剑魔居然第一段扣能补三个刀。装备怎么那么装呢？装什么玩意儿了？药都吃了，还比我血还少，把它屏蔽了，省得影响我心情。啊？啥意思？三分钟了？不管他啊！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哎，哼，那你倒重开呀，三分钟。不是，那你倒重开呀，你重开呀，三分钟。我来支援你，先吃个药啊。泰坦怎么过来了呀？这游戏给你玩的，俺一个跟头能翻108人。呀，出错了，这把没有出死刑宣告，出吃了。好赚哦，他刚这波
多了个人对面，太惨过了。这泰坦怎么没完没了了呢？开始，哎，不是，我们家这么优势，死哥三级，蓝枪四级，这个下路为啥不敢过来打呀？啥不敢打的呢？我就没明白了。这死哥前期弱成这个样子，我就在他浑水里边趟，又能怎么样？让他技能放出来，又能有什么用呢？打半天不敢打了，打一半退了，我操！俺们家的前期不干死对面啊，回家。游起来，游起来，游起来，锤石跟男枪走，或者你们下路越塔都可以，赶紧做出动作。要么去下路越塔，我靠，就这样把这下路都打不过了。剑魔中单还真不是那么很好杀，我说实话，线儿太短了，不好杀。这他妈的，我给他跑的是真快啊！给他跑的。算了，我就不跟着死哥换了，不合适。我们跟他换人头肯定不合适，跟死哥换那不有病吗？
我这波是想越塔杀他的，不过我觉得给这个死哥拿那么多人头其实没什么意义，没有意义。我把他杀了，那剑魔过来吧。这一换二也不合适。这死哥100%瘫，在这等他。里边有针眼，他你说他吸血鬼跟我对线，然后剑魔出的小反甲副甲还他去跑去跟卡萨丁打的，你这不精神病吗？2130，我差点钱。这波兵收完，我们刚好回家三项。我刚才想给他发信号的，但我又怕干扰到他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的剑魔100%上去了，但我又害怕我给他发信号吧，他又杀不了那吸血鬼，我就想了想，还是算了，不给他发信号了。走到了你才发，你没心，你没看我刚才，我刚才我都想了好半天吗？我想我到底是发还是不发的，你说想了半天还是别发了。他好不容易马上要单杀了，你说
这剑魔700块钱得杀他一回。那轮为什么轮着妈跑了？跑啥呀？你往哪跑啊，兄弟呀？哎，你为什么不截住他呢？我就没明白了，兄弟。哎！哎，我的妈呀！这瞎放什么灯啊？这没事，死了，还行，打了个闪现出来，还行。他闪了，不错，可以接受。没有啥用的剑魔，出一身破烂儿，成型的可慢了，我害死了，哎呀，我不上好了，给我害死了，哎。刚才犹豫了很久，到底上还是不上？蓝莲汉，以后这种队友就别救了，没意义，救的也没意义，真的。救他一波，死我一个多少钱？我这是，死我一波800块钱，猩红收割者。低能队友，操了，800块钱！我800块钱呢，我呀，我的天哪！跟我来。我没骂我队友啊，我说对面那个吸血鬼叫低能队友，给了他800块。小龙，这把卡萨丁发育不错。700块钱呗，不就卡杀吗？你觉得就我一个这样发育的猴，12级杀的卡杀不是了如指掌吗？等会儿，7 6 5 4 3 2 1，这随时血有点少啊，不行哪个就推中呗。别急啊，这波把卡莎截住，杀个 ADC 不是小菜一碟吗？
复死亡之舞。吸血鬼也挺猛啊，这么猛啊！那战争女神给猩红收割者可不合适，他三杠十哎，兄弟，你可是600块钱呢、啊，退一波，少个人，这波稍微小心点。这卡萨丁跟这吸血鬼的吧，一个五杠十，一个三杠十，这是想人头是想疯了，这是不急啊。不是杀的泰坦哪合适？哎呦我操，走！没法上，我不上了，卖了。快走，快走，龙打不了就行，别让蓝枪死，蓝枪死龙拿不了了。我操，卡萨丁杀女儿了！漂亮啊，卡萨丁！俺们这一首杀死歌啊，非常的牛批。这剑魔的装备咋这么破烂呢？他杀了8个人，这一些破烂一身上。来个小秒表，下波俺们无敌，蓝枪能把卡莎杀了，游戏结束。1000块钱，又1000块钱，这卡莎连着送2000块钱，2000块。把红拿了去。来，团战了，给卡萨丁吧，再往后打就得看卡萨丁的了。等蓝枪，等一会儿。小龙可以要，我们家两条龙，这个风龙对我们来说还是挺有用的。不急啊，不急，轮着妈别死了，轮着妈，不是我操，这卡莎怎么回事，就盯着我是吧，就啊，
就硬盯着我，上哪去了卡莎？我就一直找这个卡莎这个人啊，就一直找不着，找了半天找不着。我们三线操作啊，一个中推，完了，没事，问题不大。一个中推，一个大龙，一个小龙。我以为这一号妹是药呢，我给忘了。哎，快走快走快走！既然这个玩愣是这个样子的话，咱就给他卖了，一会儿再说。这里外里亏多少钱？刚才卖了给多少钱的了？1062，卖了以后给了300块钱，亏了300块啊，那还可以接受。我就知道不应该出个秒表的，没啥用。俺们家的卡萨丁有点猛，就你也不知道为啥他的虚区就是这么的高。坚持住！太牛逼了！哇，这卡萨丁太狠了！六啊！夸赞一首队友。塔没了啊！塔没了，我要上去干你了！这么嚣张呢？死！这都不死！行，封住推掉，游戏结束。15级的卡萨丁，太狠了！幻影坦克，这一看这卡萨丁啊，上赛季就是王者；一看这轮着马，上赛季就是钻石。你看着没？这蓝枪连死三波，你这行了，差不离得了，差不离行了。哎呀，连死三波，这蓝枪。等人吧，别下当了，别下当了，风龙龙魂呐、啊。可以上了，
时间吧你。看来没点盐杀的卡莎还是费点劲，我感觉太秀呢，他都四杀了兄弟呀、啊、他们应该去打小龙去了。哎，这波有点费呀，这别上了兄弟，我们少人还接，他们也少人的，我们一起就行，别一个一个死，一个一个死就完了。切后边没切死，那切后边没切死，那也没招啊，那不是有泰坦吗旁边，而且刚没有点盐，这卡莎，不过这卡莎真肉啊，来挡一会儿，挡一会儿，挡一会儿，真的真得挡一会儿了，别太乱了，这打的有点乱，稍微有点乱，稍微有点乱，等人等人等卡萨丁，对，一定不要着急，大龙视野我们给他控住，来，好够，剑魔咋的要翻天呢？啊！我告诉你们，这卡萨丁是真猛，这把没有这卡萨丁，我们家必输。就这蓝枪，狗屁不是！我告诉你们，连个屁他都不是。说屁都抬举他，没有这卡萨丁必输。给卡萨丁点个赞，完了，鼠标没了。